欢迎大家莅临香港科技大学出席沙飞摄影作品捐赠仪式。我是科大大四学生吴代辉，也是今天的司仪。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all for attending the donation ceremony of Sha Fei's photographic works. I am David Wu, currently a year 4 student in HKUST and master of ceremony. 今天的捐赠仪式首先要感谢沙飞的女儿王燕女士，将65幅沙飞的摄影作品及两份稽查计划报慷慨赠予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这份作品都是无价之宝，非常珍贵。 Today's ceremony is to thank Ms. Yan Wang for donating Sha Fei's 65 photographic works and two original issues of the Jin Cha Ji Pictorial to the Library of HKUST. These items are most precious and invaluable.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主礼嘉宾。 May I now first introduce the officiating party.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教授史维，Professor Wei Sh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of HKUST. 沙飞摄影作品主要捐赠者沙飞女儿王燕女士。Ms. Yan Wang, Donor of Sha Fei's Photos and Sha Fei's Daughter.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常成教授。Professor David Cheng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ivision of Humanities.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陈丽霞女士。Ms. Diana Chen,University Librarian of HKUST. 现在有请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史维教授致辞。 I now invite Professor Wei Sh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Provost of HKUST, to welcome our guests. Professor Shi, please. 这个摄影特展呢，对我个人来讲，我跟大家稍微分享我的感觉，我是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不只是说沙飞先生这个摄影的技术，他当年是很有他的这个才能。我想再一方面呢，我同事知道，有些同事知道我是台湾生台湾长大的，我父母亲是49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那我所知道的这个二次大战抗战的历史呢，跟我想有些其他的同仁看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所看到的以重庆然后这个相关的地方台家庄这个居多，那像晋察绥这种西北区的，说老实话，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是很少听说的。我想内地呢的同仁或同学的话，可能听到了就是另外一边。那我想从这个这些照片呢，我来过几次看了这些照片，我一直有很大的感触，我就觉得到最后几十年以后，还好有这些照片，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从照片上为历史这个求真还原的一个体验。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对这个当初的抗战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第一手的了解。那再一方面呢，我想沙飞先生的照的像对我个人来讲也有一个很大的启示，他照的以生活，然后以这个淳朴，以人民为主，那也有枪毙前的照片插着牌子的，这个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震撼的。那也有老婆婆这个织布补衣服的，也有做军装的，还有穿着从敌人那边收缴来的大衣的，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个我想面很广。那给我的感触呢，就是第一个，他英年早逝，这个跟当然他是学摄影的，可是从年纪上来讲呢，跟梵谷差不多的，对不对？跟莫扎特也差不多的，都是30多岁就不在人间，不过留给人间非常大的一笔这个很难磨灭的财富。那再一方面呢，我想他的这些不只是对历史的见证，而且他能够做这些见证的角度呢，我想这个是很特别，他是真的把艺术跟这个生活实体合在一起的。我同时知道我对摄影很有兴趣，不过我所以因为这个角度，所以我对他照的照片非常钦佩，我觉得他有这个人文的最基本的一个人性上的素质。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香港科大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呢，能够接受这一批历史上很珍贵的这个记录，也有很好的历史的这个艺术的价值，所以非常感谢
这个沙菲先生的家人女儿，这对我们科大的这个捐赠，我想这个对我们以后的学生跟我们的同仁呢，有永远的一个启发的作用。谢谢。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沙菲的女儿王岩女士会把她这么多珍贵的作品捐献给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在这里有这个影像史的专家高初，他看过很多不同地方的展览，包括王岩女士捐给哈佛的，还有捐给国家博物馆。他说这是所有的沙菲作品这个制作质量最高的，这是最优秀的、最杰出的一批作品。为什么会到这里？这也是有其中有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这里要特别感念、感怀一位我们的朋友，一位老师。2011年12月20号的时候，高华先生，那天下午我跟高华先生通过最后一次电话，然后在此之前几十分钟，王岩刚刚跟他离开南京。他最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把沙菲的作品捐献给美国的 Stanford Hoover， 但是最后这个作品是没有捐给 Hoover， 然后以各种因缘巧合到了我们香港科技大学。然后我想非常简短的有一个感受。我们今天在这里怀念沙菲，实际上他的作品是不朽的。左传中说，有三不朽，对吧？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但今天我们想，此时此刻我们想，也许还加一个立影，对不对？所以四不朽，对吧？立德、立功、立言、立影。沙菲他的作品是不朽的，他的精神也是不朽的。那我需要翻译一下吗？okay. I just translate the last part I mentioned about the Confucian classics. 左传 mentioned there are three immortalities or three things that will be eternal legacy one can leave to this world. One's to establish one's virtue, achievement, and words. But today, I think Sha Fei has done one more, right? He established the image.Which we have an everlasting legacy. That's his greatest gift to us, to us all. Thank you. 今天在香港科技大学那个举办沙菲摄影作品展览那个捐赠仪式，和我还捐了两本《金沙街画报》的原版的画报，是吧？我捐了，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庭。都跟香港有很深的关系，不用翻译吧，就是这样就算了，好吧？不是他就是要英文还是什么的，我妈妈呀，王辉，她在她的自传里啊写的，我妈妈是1911年11月15号出生在香港，在香港英华女校读书，参加了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还参加合一堂组织的少年德育会，每个星期六、星期日到会听讲圣书、学演讲。完了，他和我妈妈和我爸爸在结婚的那个人那天呀，1933年的3月30日，我妈妈就写到，一方面登报，他们在汕头嘛，在汕头登记结婚。说一方面登报，一方面下船到香港、广州度蜜月。然后呢，我妈妈呢，她又写到，1950年，人民银行总行把她派到香港接收香港中国银行，所以我妈妈跟香港渊源很深。还有我忘了讲了，就是1939年的春天，我妈妈因为参加抗日嘛，她把那个我爸爸又走了。他就又顾不了孩子，他就把我大哥大姐送到香港保育会了，就是战士儿童保育会。所以我哥姐姐是两个是在香港的孤儿院待了一年，一直到香港恨不得快沦陷的时候，跟着这个保育会又撤退到那个桂林呐、贵阳。今天来的一个朋友
这个袁慧琼她的那个爸爸就是贵阳的那个八路军办事处的头，完了我爸爸我哥姐姐先送到他那儿去，他爸爸还照顾我哥哥姐姐，然后送到那个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所以渊源都很深了，对吧？那个那我爸爸呢，是吧，是度蜜月是到了香港，但他最痛苦的日子也有在香港。我爸爸在他的那个我的履历里写到，就是1936年12月在广州举行个人摄影展览，这次展览确实我在经济上付了一笔也许是永远还不完的债。然后呢我爸爸为了还债吧，其实也没钱，就说天亮后立即就乘早车到香港去，请求有人正位明军，即明木克家野夫同志，当时他是天一影片公司港厂的布景师，给我以援助。什么援助啊？当时他就是结果就把我的摄影机让给他，而换回了80元的港币，再折回广州，以10块钱的代价到旧货摊上买了一架破旧但还勉强可使用的 F4.5 1/250的摄影机。最后他带着这个摄影机跑到华北前线去了。所以你说这个香港跟我们是吧，啊，所以我父母与香港的渊源令我一直想在香港举办沙菲摄影展览，捐赠沙菲的摄影作品。84年起，现在是17年的四月，84年前的四月，我父母正在香港蜜月旅行呢，所以这是缘分，对吧？感谢，我非常感谢科技大学，我也感谢我爸爸的那个司徒家族的，今天香港司徒中青会来了好多朋友，我的亲人啊，族亲啊，我很感谢，是吧？啊，那个也感谢参加这个今天这个活动的所有的朋友，还有我的女儿一家四口，孩子都不上课了，都来了，女婿也不上班了，也都请假来了，我也很感谢他们，对吧？那个谢谢，谢谢大家。现在开始捐赠仪式，首先有请王燕女士上前，将沙菲作品赠予香港科技大学。有请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史维教授以及图书馆馆长陈丽霞女士代为接受。为答谢王女士的慷慨捐赠及支持，香港科技大学准备了纪念品送给王女士以表谢意。第一份纪念品是一张中国古地图，是科大图书馆古地图特藏的一份复印品。第二份作品也是图书馆出版的古地图册，这份古地图册包含了图书馆古地图特藏的大部分主要藏品。最后是一份感谢状，感谢王女士的慷慨捐赠以及支持。